脱洗净，削皮切块。放入电锅蒸熟，加入椰浆与黑糖混合压成泥状，保鲜膜包裹，放入冷藏一小时。黑糖与奶油拌匀，10克椰浆淡液拌匀，全麦面粉分3次拌入，保鲜膜包裹，放入冷藏半小时。内馅与外皮均分成4块，分别搓圆，外皮压平包入馅料搓圆，外皮与月饼膜